别写了，写不完了，写不完了，别写了。补寒假作业没有关这个电炉，然后现在寒假作业也烧掉了。花的跟那医院的医生开过花一样。你给我这一阵儿。桃儿姐，哎呀，这写的谁认识呀？我说我作业没交，没提交。确定写没写？写了。写完没有？写完了。说实话吗？写了。组长把没交的名字给我记下来啊，动作快。没带没关系，没带的话明天带给我啊。没关系，哪个作业没写完？这个有吗？嗯、没有关系，不要哭。数学写完没啊？写完了。哦，语文是不会吗？是不是不会？不会的话，老师教你，不要哭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很诚实。